是聪明花，没有花，聪明花，咚咚咚咚，还是聪明花，两个聪明花，你公子完蛋完蛋了。妈咪，我要尿尿尿尿尿尿啦！我求求你啦！真就闻，就闻，又大人了。地上有洞吗？让我钻进去，钻到地洞，我再输给他。我是大笨猪。我自尊，我吃的大口大碗，小口小碗，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嗯，没有哈，没有哈，没有哈。读了。同学们，今天是生物解剖课。大家从一个多月前就开始饲养家兔，并做了观察笔记。今天我们将更彻底地了解他们。在澳大利亚，兔子泛滥成灾，他们大肆地啃食植被，造成了大批澳洲绵羊因为缺乏食物而死亡。所以我们解剖兔子也是可以理解的嘛。我也不愿意这样，可你们千万不要恨我呀。孩子们，我回来了，这才是我的乐园。公主和他们在一起，我的每一天，休息和他们在一起，我的每一天。可今天却要……同学们，再给你们三分钟，不，五分钟吧，准备一下。与此同时，其他人的心里也正在挣扎着。施瓦辛格，我该拿什么拯救你？我的施瓦辛格，平时的我威武强悍。莫爷爷，你饶了小的吧。但在这么关键的时刻，我莫卡却无力回天。施瓦辛格，还记否？我俩相遇的那一天。你长得好帅，和我几乎一模一样。呀，哎呀！从此以后，每天我们都在一起锻炼，跑过小区，跑过街道，跑过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跑累了，我们就一起翻翻，一起便便，甚至一起睡脚脚。长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和不是妈咪的人一起睡。以后就一直这样吧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机会终于来了，哈哈！哦，施瓦辛格，咱们英雄有用武之地了，比赛就要开始，阿诺，我们快去报名，一定要拿冠军！哎呀，没什么惊喜的啦，一切都在意料之中，我的施瓦辛格是最棒的，冠军非我们莫属！真行啊，老莫，你好去靠搏击捞外快了。有其主，必有其兔。一切本来是多么美好，多么光明的前途，多么伟大的命运。可是这讲台上的这位，谁也不能伤害我的搏击冠军。我下不了这个手。哎，今天的气氛可真沉痛啊。
瓜，别哭了。小鱼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要伤害他。麒麟马扎罗的雪，咱们两个人的计划还没有完成。我有种感觉，事情会有转机。我的直觉从来都很灵验哦。可怎么转呢？不可能的。小鱼，你要坚持，会没事的，我向你保证。OK， 没事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小妹妹，不用担心成这个样子，小鱼只不过是一点擦伤而已，我已经做好消炎处理了，放心吧。谢谢医生。那我们回去了，小鱼，下次要听话，可别再调皮喽。三宝，丝瓜，丝瓜，小鱼没事了吧？嗯，没事了，幸好只是小伤。哎，三宝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呀？麒麟马扎罗的血上星期才做了节育手术，现在来复诊的。真的？从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耶。他怎么着也是个男孩嘛。我们有很多计划要去实现，不能分心的。我和麒麟马扎罗的血要去环游世界。真羡慕你们呀。我一定要把麒麟马扎罗的血培养成兔游侠。相比之下，我和小玉虽然过得平淡，但也很幸福。小玉，她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哎，你看，小鱼和麒麟马扎罗的雪玩得多开心啊！真可惜，相见恨晚，他们是很好的一对，有缘无分呀。哎，我们还是聊些开心的事吧。你们什么时候出发呀？还没定，但应该很快。祝你们一切顺利啦！谢谢。太残忍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居然要开始一场大屠杀！我只能在心里说一句抱歉了。同学们，我再强调一下理论部分。首先，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兔子的内部结构，这样才能顺利地进行解剖。哦，这怎么行？我的双手沾上鲜血，不能够，而且它是乖乖呀。您和您的宠物请戒烟。 OK， 过，收工，辛苦了。没什么了，都习惯了。拍得太好了，太职业了，非常精彩，好上镜的妹妹啊。怎么会这样？真正的明星应该是我才对，这些趋炎附势的叛徒，这样的事绝对不能再发生。胡导吗？乖乖这几天不舒服，闹情绪，没法继续拍摄了。其实乖乖不在也不要紧啊，我一个人也是可以把广告拍好的。那就这样吧，胡导，再见。乖乖，你就安心的在家当闺秀吧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哦。来，吃吧。乖乖，以后你就本本分分的做好宠物就行了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我才是真正的明星，怎么能让你给抢了风头？哎呀，天哪！我竟然和乖乖计较，这是我吗？太小气了，太可怕了！现在我该怎么办？胡导，来救救我们吧！太可怕了，我不要想，不要想，我下不了这个手。梅兰，别这样，看来动手是免不了的了。It's ridiculous， 真离谱！有四害严重的破坏着生态，兔子就是其中的之一。我们了解它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生态环境嘛？借口，不合理。兔子也有生存权，特别是 Lucky。这在我和 Lucky 相处的第一天就证实了。我虾米敢大胆的宣布 ，Lucky 从身材、品味来讲都是百里挑一。Lucky 是天使的面孔，魔鬼的身材。智商、品味全是千里挑出来的一级棒。 Lucky 可以激发我无穷的想象力，我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包装它，世界忽然充满了新鲜的元素，不断更新我对时尚的理解。这时候的我，虾米仿佛是 Coco Chanel 在世。虾米 and Lucky， 多么令人羡慕的组合，上帝的宠儿，时尚的新贵。请问面对这样有灵性的生物，谁还能下得了手？狠心下手的人，他的良心何在？老师，请回答。 Lucky 不仅仅是兔子，他是我的朋友。看来只有把心一横
无毒不丈夫了。好，现在拿起各位的解剖刀，我们开始吧。要不谁带个头先来示范一下？万事开头难，请各位不要再犹豫下去了。来，我们的班干部带个头，坐下示范吧。蒋伟超。我。哦。你是班长，请在众同学面前树立一个先进青年的形象吧。这个。为什么我总要当先进？为什么我要当靶子？牺牲了自己还招惹别人恨。我的刘易斯啊。站住，刘易斯，你现在跑的的确是很快，但要注意细水长流，循序渐进，别抗拒自己优秀的命运了，刘易斯。嗨，来，亲爱的朋友，乖，把壮骨粉通通吃掉，这样才会更强壮哦。吃干净，很贵很贵的哟，我对你是真的下了本钱了，不准浪费。如果我现在当了先进，那我的壮骨粉就全浪费了，那是很贵很贵的。怎么啦，蒋伟超，连你也不行啊？我不啊。那我们再请别的同学吧。莫卡，你来。我莫卡，我们一起来示范吧。刀，你平时最勇敢了，别辜负老师对你的期望呀。莫卡，有老师指导，用不着紧张的。莫卡，你怎么了？受不了了，我不要上解剖课。老板，救命！他们要上，要上！还有没有同学愿意跟我一起示范？没办法了，看来只有我亲自动手了。灰灰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今天要带你出门，你怪不得不肯出窝。唉，想当初不容易呀，咱们俩。好可爱，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。哎，想不到这么有男子气概的我也会喜欢这个小东西。不知道老爸老妈看到你会怎么样哦。你还没有名字吧？既然你是灰色的，就叫灰灰吧。就这么决定了。灰灰你要乖哦，乖孩子有糖吃，人人都会爱你的。从今天起，我开始养兔子啦。我的灰灰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大活宝。灰灰整得跟人似的，最后还不是会被人宰割。哟，家里有只猫还不够我烦呢，又多只兔子给我添乱，那么多张嘴我可是养不过来。养什么兔子，我不同意。长痛不如短痛，趁着还没被折磨，杀了吃了拉倒。随便能做啥，反正我不稀罕这吃的，我正在减肥呢。 Stop， 太过分了，你们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这是我的生物课作业，谁也不能碰。灰灰以后就住我那儿了，你就放120个心吧，我的乖孙孙。奶奶，拜托了，辛苦了。小灰，有空来坐坐啊。Goodbye。妈，保重啊，晚安。我会每天去看你的，灰灰。一切都很完美，我和灰灰既可以天天见面，又用不着时时相守，可以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我和灰灰爱的简单，快乐的纯粹。接下来的日子真的好开心哦。每天放学以后，我会先去奶奶家。奶奶，我来喽！灰灰，你越来越可爱喽！孙孙来了。灰灰，有没有想我啊？今天都做了些什么？哦，灰灰可乖了，我好像又多了一个孙子哟。灰灰，是真的吗？咱们一起去散步吧。
咦，兔子也这样撒尿吗？灰灰，慢点，别着急。更难得的是，我们还能玩到一块儿。哇，好好玩哦、oh, ！Once again， 叔叔，你什么时候把滑滑梯还给我们嘛？玩累了，我们就回家吃点心。奶奶，干脆我也搬过来住吧。好啊，那就更热闹了，我喜欢。最有意思的还在后面哦。奶奶，你真是天才。嗯，这是公理，无需证明哟。哇，灰灰实在太美丽了，奶奶真棒。那当然了，你奶奶年轻的时候啊，可是万人敬仰的偶像哦。哎呦，这是灰灰，出落得这么标致了。哟，南大十八变吗？那当然，也不看看是谁料理的。东东，妈妈决定了，让灰灰回我们家来。真的？嗯呐。太好了，孙孙快乐，所以奶奶也快乐。快进屋吧，从今以后灰灰就是我女儿了。灰灰是男孩子，我多了个儿子，东方家的继承人存在竞争了。就这样，通过曲线救国二次革命，灰灰终于成为东方胡家的一份子，正式命名为东方灰。可如今却要我这个哥哥亲手将他。我要开动了。看，窗外是飞碟。啊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狗兔，狗兔，在哪里？在哪里呀？哎，怎么会有飞碟呢？在哪里啊？啊，看来是搞错了。我们鸡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逃跑算逃课的呀！哇，哎呀，东方虎好勇敢啊！是啊，没想到他敢这样，好厉害哦！真棒哎！没想到哎。喂，你没事吧？这么久了还没恢复，还跟小时候一样。你来看我笑话是吧？没那闲工夫，看谁来了。啊，施瓦辛格，真的是你，你没事太好了。东方虎，谢你了。你也会说谢谢，真新鲜。谢谢你救了施瓦辛格。哎，不用谢了，其实咱们一直都是哥们儿。哥们儿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做什么？好兄弟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无论如何，你做了我做不到的事情。你从虎口里救下了施瓦辛格。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啦。对不起，以前总欺负你。是吗？你欺负过我吗？我东方虎怎么会被人欺负呢？你就别嘴硬了。我真后悔，就知道和你作对。其实最大的敌人是生物老师。他也是没有办法嘛。莫卡，忘了从前吧，我已经不记得了，以后咱们好好相处就行了呗。东东，你真好。还不够好，还要继续努力。你们俩都在啊。这样都被你抓到啊。那你们也换个地方躲呀，每次就知道钻厕所。大家不要再这样了，课是要上下去的。如果大家不行，那就我上。麻醉针已经打过了，我真的要动手了。我真的要动手了。摩卡爸爸，爸爸，你来了，你可来了，你终于来了！别哭，别哭，爸爸这不是来了吗？看，爸爸给你带什么来了？小白鼠，小白鼠，小白鼠，
小白鼠，小白鼠，我要看看。是要改解剖小白鼠吗？我要看。哎，一起看一起看。那我们的兔子有救了。太好了，摩卡，你一点也不赖，你很帅嘛。那当然了，没我摩卡办不成的事儿。摩卡好棒哦。是莫叔叔救了我们。哎，总算松了口气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白鼠的生理结构。事情总算解决了，风雨之后的彩虹总是特别明艳动人。我们继续和兔子们生活着，我们因为爱自己的兔子而爱所有的兔子，爱太阳下所有美丽的生命，也爱着我们彼此。不过也有例外。上来，东东，你好辛苦的，来，我背你走一段。东东，这是我老爸给我的，我用浪费了，还是你拿去，用它写字会文思如泉涌的。东东，我发现一间甜品店有各式各样的巧克力，我请你吃好不好？东东，如果你觉得有点渴，我给你倒碗水；如果你觉得有点累，请让我给你捶捶背。行行好啊，你放过我吧。哎，东东，等等我，你不要跟着我，冤家。东东，我们一起走嘛。韩松，拜托，你还是打我吧。哎，东东，你走得好快，等等我嘛。